第六小题 ,x 加 y 平方积分。第一个积分变数是 x, 所以第一项 x 积分等于二分之一 x 平方。y 平方看成常数，积分乘上 x。x 的下限是负根号 y, 上限是根号 y, 外面是对变数 y 的积分。把上限根号 y 带进来，根号 y 的平方等于 y, 根号 y 乘以 y 平方 ,y 的二分之五次方。接下来下限负根号 y 带进来，负根号 y 的平方等于 y, 负根号 y 乘以 y 平方是负y 的二分之五次方，相减积分。那二分之一 y 减二分之一 y 消掉，二分之五 y 的二分之五次方，这里负负得正，也是 y 的二分之五次方，所以是两倍 y 的二分之五次方积分。两倍 y 的二分之五次方积分是七分之四 y 的二分之七次方，积分范围是从零到一，上限一带进来等于七分之四，下限零带进来等于零，相减，答案等于七分之四。